打雷呢。他不行了。黑漆，那我就叫你黑漆爷。只听说济南府有个大名鼎鼎的黑漆龙家庄。那就是我。我打大明楼第一眼看见你，再也忘不了吧。我早就看出来您不是等闲之辈。为什么呀？市井凡人能打出您这么大的喷嚏来啊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起来，出去，你得让我把裤子穿上啊，晾你也跑不了。我赎了身了。赎了身了啊？跟你？跟我？我就跟你。你甭以为你跟着我就能享福。我没打算要享福，跟着你受什么罪我心里都舒坦。我呀就在这小屋子里等你回来。我就这么香饽饽，别人可都说我坏透了，说我是活土匪。你要不是活土匪坏透了，我还不喜欢呢。真给你像了个女儿，快来看看呀！你说这丫头像谁？来，我看看。哎呦，爸爸看看丫头像谁呀？像你？才不呢，像你。嘿，那像我可麻烦了。哎呦呦呦，像我不那不成活土匪了。哎呦呦，你就让我带这个孩子走吧啊！我永远不进白家门，不喝白家一口水。我一个人，我一个人能把这孩子养大？我不哭，你就当没我这个人好不好？把孩子给我。